有过工作经历吗？ 算有过吧。做过什么？ 在酒吧唱过歌。 你有客户资源吗？ 客户资源？ 是什么？ Office办公软件可以使用吗？ 不会，但我可以学。 对不起，我们需要2年以上的工作经验。 你说我能找到工作吗？能就别出声，不能就喵。你想让我回酒吧去唱歌啊？ 谁啊？医生，医生，我妈妈怎么样？周美君。啊，只是惊吓过度，现在已经醒了。不过她咳嗽很严重，我安排她明早拍个胸片。惊吓？快去看看她吧。哦，来。 你们是吧？小姨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只是来看看你，想你了。没事，放心，家里都挺好的。你爸出差去了，过几天就回来了。这医院怎么通知你了呢？ 你还要上课呢，快回去吧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先休息。啊，回去吧。啊，不用担心，你先休息。 病人右胸这里有一处阴影，具体情况还要再检查。哎，你母亲平时除了咳嗽还有什么症状啊？我不知道，不好意思。有病史吗？
不知道，药物过敏呢？我不知道。哎呀，你这个当儿子的怎么一问三不知啊？我又是什么都知道，那你们医生来干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徐局长今早被带走了。为什么呀？谁知道呢？他俩都吓晕了。是吗？你没听见今早救护车哇哇的响？没有这个原因。兴许呀，这出来就不是局长喽。我看呀，能不能出来不好说呢。 来不及了！哎呦，你这孩子头发湿漉漉的，你去哪儿？来来来，快擦开！我跟你说，不能感冒，马上要考试了，知道吗？妈，吃药。好。嗯。烫不烫？ 拜拜，灵儿。拜拜。命运真的很神奇，当你觉得失去的时候，又会神奇的拥有。 我饿了，谢谢。够吗？要不要再加一碗？ 家里出了点事，什么事？严重吗？我爸现在生死不明，卡也被冻结了，我妈躺在医院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 我连给我妈煮碗汤都不会，一点用处都没有，我就是个废物。你别这么说，会有办法的，我陪你想办法。 你会愿意陪我吗？您好，请问你们还招人吗？招啊。
我没上过大学，没有工作经验，没有客户资源，不会 Office 系统，不会开车，不会做账，但我都会努力去学的，只要你给我一次机会。哎，那你会泡奶茶吗？会。 OK， 你别录取了。真是怪了，以前让你学你都不学，今天发什么神经啊？我长大了吗？记住啊，不要用大火煮得太久，要小火慢慢煨，盐要最后放。你慢点说，我记下来。香菇，进来。你怎么来了？你手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。我去同学家复习，正好在附近，顺便过来看看你需不需要帮忙。哦。送给你妈妈的。你怎么知道我妈妈喜欢百合？我猜的。你在煮东西啊？嗯。你想炖鸡汤，我帮你。哦，那怎么做？炖鸡汤不能用炒菜锅，应该用砂锅。哦，这个就可以。哦，洗一下。哇，跟我妈妈做的一模一样。玲儿，你真的很厉害。家里没盐了。嗯，好，我去买。我妈喝了这个汤一定很开心。谢谢你，玲儿。怎么样，儿子厨艺不错吧？费了好大劲煮了一锅，我现在可是鸡汤达人。妈让你费心了，这医院里都有护工，你不用陪我，快回去上课。妈，你不用担心，学校的部分我都请好假了。哎呀，真香啊，这花在哪儿买的？
好看。就医院旁边。你好，请问庄美娟住哪个病房？那边216。好，谢谢。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啊，你也不告诉我。我虽然没有别的本事，但是跑跑腿总是能帮得上忙的嘛。哎，我不想连累你。我们都几十年的朋友了，说什么连累不连累的呀？来，吃个苹果。哦，对了，我找过去的同学打听了，是瑞阳的上头方的事儿。瑞阳被带去啊，只是配合调查，别太担心，先把身体养好。那他什么时候能出来？这不知道。不过你放心，他不会有事的。哎，我怎么能放心呢？这两天一想到他，我这心里就跟塌了似的。别瞎想了。当年他回上海的时候，你也说你的心跟塌了似的。最后他不是又回来了吗？这次也会的。我担心的不只是他，还有小易。这孩子你知道，从小没吃过苦。这回他爸出事儿，没敢告诉他，我怕他受不了啊。你怎么老是咳？没事。要不要让医生再给你做个检查？不用。好点了。你从医院回来了？嗯，我妈把鸡汤都喝完了，谢谢你。不用谢。对了，你送的花她也很喜欢。是吗？真好。谢谢你，丽儿。你什么时候回上海？我妈这样子，暂时不想回去。学校那边没关系吗？我们能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事吗？你手受伤了，小心不要沾到水。你帮我。我走了。丽儿，有空可以来找我。给你加班工资条，谢经理。没事。哎，对了，爸爸，这冷藏部工作比你原来工作累多了，你要是不想干，我把你调回去。别啊，现在比以前挣得多。你说你个小姑娘，这么拼干嘛？我要养男人啊。这是什么男人，这么没有出息？
需要你来养。我男人可帅呢，养他要心甘情愿。行，好好干吧啊。谢经理。喂，你别哭啊，有什么话你就说。我现在在露台上，你半个小时内不过来我就跳下去。洋洋，你可以不来，但是我说到做到。小小，小小，小小。你还是害怕我会死，对不对？你觉得这样很好玩吗？还行吧，至少我知道你还是喜欢我的。别闹！你干什么？你给我下来！我就……什么呢？你个混蛋！以后我们不要再见面了。你送给我的东西，除了手机我用了，其他我都没用。明天给你送过来。你给我想清楚了，你要还我的不止这些。我知道，给我点时间，欠你的我慢慢还。你是不是喜欢上其他人了？是。谁？是谁和你没关系，你用不着知道。告诉你，除非你把它藏到天上去，我让绝地三兄弟把它挖出来。喂，你好，想过来去酒屋。江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是你哈尼的哈尼，黎巴拉，出来见面。张漾最喜欢吃这家的牛排了，我跟他经常来，你要不要也尝尝啊？你请我还是我请你啊？当然是我请你了，这一块牛排200大洋，你请得起吗？蒋大小姐，你怎么不去做块金字招牌贴额头上写4个大字儿？老娘有钱。还就是对了，老娘就是有钱，不服啊？服，这不您召唤我就来了。你来北京做什么？打工啊。我现在可是团结户永安超市出了名的冻鱼西施。我就直接说了吧，是张漾让我约你出来的。你也知道，张漾是有野心的人，在北京这么大的地方，
想出人头地不容易，而我可以少让他奋斗20年。我劝你早点醒醒吧，他不过跟你是玩玩而已。从哪儿来滚哪儿去，北京不是你能待的地方。你说完了？累不累？我不累呀，我跟张扬是要结婚的，我替他打发点野花野草，累点也值。我是说，你编这么多瞎话，你累不累？是，我是没你有本事，但张扬要奋斗20年，我就陪他20年；他奋斗30年，我就陪他30年。他这辈子能不能出人头地，我都陪着他。你有什么资格说这些话？我就问你一件事：张扬他碰过你吗？还是你主动现身，他都不感兴趣？一个男人连碰都不想碰你，你还打算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？哦，对了，这种牛排不知道在冰箱里放了多久，有多少寄生虫和细菌，最好还是别吃了，毕竟是要当明星的人，注意身体。听说了，公告栏那边就有地址和电话，想去都可以去，现场还会有面试呢。这个杂志也是他们公司拍的吧？对对对，就是这个，好看吧？哎，这个模特我认识，本人很一般的，看现在拍出来跟女明星似的。但是我听说最近有个导演看上她了，要让她演女二号呢。心图坦荡。你怎么，你羡慕她呀？当然羡慕了，你那个富二代男朋友能让你这么抛头露面呀？我要当明星了，他肯定更爱我呀。要不，咱们周日去试试呗？好啊。来。看一下，哎，你可以去参加一下哈。对对对，走走。哎，爸了，下班了。哎，经理。嗯，这是你上个月的工资条。谢经理。啊，没事儿。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。这个店从下个月开始，冷藏部要减规模，人员也得减一半以上。因为你本来就是食品部的临时工，所以这次裁员名单里。有你。怎么会这么突然？是啊，总部这家店的我也没有办法。徐哥，你帮帮我吧，让我留下来，我会好好努力的。潘拉，我是真的没有办法，冷藏部的人员一半以上都得走。哎，不过你放心，你的工资啊，财务会给你算到今天为止的。那抱歉了。
这面试地方怎么远？这是我们特意为这次选角选的地方，我们总公司在三里屯 SOHO。 哎，蒋娇，你怎么也在这儿啊？我就一个朋友跟我说了好多天，快把我烦死了，我来看看。啊，你们认识啊？干脆你们组一组合吧，叫炫彩美少女。我才不要组什么组合呢，我得一个人单飞。好了，那个今天下午面试的就你们四位了啊，稍等一下，我去请导演。这是我们的王导。导演好。导演好。各位小姐，你们好啊。我们这个戏呢是5亿的大制作，你们要是能够加入进来，未来一定星途坦荡啊啊！王导一直在香港拍戏，他今年准备签一批年轻演员。你们要是有幸能签到王导的旗下，在里面演个女二女三，肯定没问题。导演，这是我的资料。我们今天面试呢，主要是拍照和看简历。通过之后，我们会安排你们去香港进行1个月的集训，在去之前呢，要交20000块钱的押金。不过你们放心，集训完了之后会退还给你们。行，没问题。还要交钱啊？谁没事闲的，大白天的天天带那么多钱出来逛啊？没关系，楼下就有银行和 ATM 提款机，我可以带你们下去取钱。哦，我不用，我随时准备着的。哎，我有诚意吧？您数数，只会多不会少。咱是先拍照对吧？啊，那我先去补个妆。好，您请。那，你们那个，我们下楼去取钱吧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哎，那我陪你们。哦，不用不用，我刚才来的时候看见银行了。好，注意安全啊。就没事吧？哎，我就说不靠谱呗。还真以为我们会上当呀，现在新闻这么多，还有谁会被骗呀？自然有笨蛋会送上门去，你们刚才没看见吗？你是说蒋角吧？瞧他那土大款的样，简直神烦，就他们家有钱，显摆个什么劲儿啊？也让大小姐见见世面吧，被骗光了钱就算了，最好把色也给骗光了。那三位女士她们去哪儿了？她们去取钱去了。怎么去那么久啊？她们回来的越晚，你被选上的几率就越高。真假的？好了吗？好。很好，来换个姿势。好。不行啊，你表情太僵硬了，要柔美一点，眼睛里面要有戏，好吗？好，来。哎，这种照片王导肯定看不上。你不是跟我保证我一定能选上的吗？这样，我们换一种拍摄方式，展示你的身体。哎，你干嘛？王导一定会喜欢你。你放手，你别碰我！你拍了，我不拍。啊啊啊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们啊啊！你们谁呢？啊啊！救命！你们让钱，我给你们钱好吗？你们不要碰我！钱到账了，钱你们也都拿到了，放我走吧。你不要走，我去给你弄点吃的。别离开我，你就在这坐着，哪儿也别去。我好害怕，你坐下，你坐下。行，我哪儿都不去，你躺着休息一下。你躺着。
我哪儿都不去，你躺着休息一下。三角，你再发高烧，不能吹风，快下来。我刚才做噩梦了，我又梦见他们，他们在打我，还撕我的衣服，我拼命的喊也没有。爹，你也不在。你不要走，你不要走，院长，我这儿出点急事儿，暂时回不去了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店长。最近实在有些忙，不能和你联系了。没关系，你怎么了？好像很累。我很好，没事儿。帮我告诉我男人，让他不要太辛苦了，不然他会心疼的。你在干嘛？你那边好像很吵。